大家好，好，我是坏掉裂化版的。为什么要笑场啊？我要认真一点，告诉大家，你今天装扮的是，小当家。小当家，但应该是裂化版的那种，都不会煮饭的啊。对，我本来想要扮七星刀雷恩，但借不到衣服，只好让特级厨师先出场一下。不错，我觉得这身造型蛮适合你的。真的哈、哦？啊，为什么跟我的配色有一点像？叫兄妹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摆个 pose 给他们拍一下好了。可以可以。谁要跟你当兄妹啊？我会杀人呢、欸。好，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。耶、yeah, ，小当家局长。我今天这是恰吉的太太的意思。恰吉的什么？鬼娃恰吉。对对，鬼娃恰吉。哦，对，但是我忘记带刀出门了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赶快来颁奖？对，因为大家很期待呢冠军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要从个人组开始颁奖哦。好，个人组呢，季军就是第三名。等一下我唱名到的，我们局长就由你来颁发， okay, 然后一样到我们中间十字架的地方来喽。我们万圣城的万圣变装大赛荣获个人组的季军是萧子怀，在哪里？个人组来往上哦，是夹娃娃机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夹娃娃机得到了我们的季军，恭喜！那上来呢，一样可以跟我们的局长拍照，然后风真的很大，这是夹娃娃机的音乐，太用心了吧？那你们刚刚有投十块吗？里面有礼物，你们都没发现？太可爱了，他超级兴奋的。这应该是唯一今年唯一看过算是最特别的一个角色了吧？好，夹娃娃机往前走，而且里面还充分使用我们的各种南瓜。对，而且里面是真的有礼物咯，局长，你等一下可以投十块试试看。好，耶！好，来到中间这里，这里这里，我们来这里颁奖。谢谢。来，局长往前。然后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要帮忙扛那个夹娃娃机。恭喜得到我们奖金2000元。恭喜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可爱，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二名，再来，对，第二名是3000元哦。来到我们万圣变装大赛个人组亚军松逸学。松逸学得到了亚军，让我们的局长来颁发我们的3000元以及奖状。不知道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再现唱你刚刚唱的那一首歌？制作人，来一起吗？来，我们让我们的局长来颁发。好，先给你奖状，恭喜恭喜。来，往中间走一点，好不好？奖金3000元，局长，你刚有听到他唱那首歌吗？天黑请闭眼，都在你身边，毒药是谁给女巫的成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因为刚刚我没有让他唱完，我明年的新人赛可以找他去参加了。然后扮蜘蛛人吗？谢谢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冠军，万圣变装大赛的冠军，紧张哦，是我们的 Joker， 对不对？好。冠军是我们的乔尔，乔尔 Joker， 这是个人组，不要紧张，这是个人组，好不好？宠物组等一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 ，Joker 请上台，我觉得他非常用心之外呢，刚刚呢他还带了魔术在台上表演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？只是风太大了。很意外是不是？只要有用心的人都可以得奖，希望今年没有参加的你们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想要办什么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我们的 Joker 得到冠军。很意外，从头笑到尾，我没有看过笑得这么开心的 Joker。好，
好，个人组要拍大合照，一二三在后面拍起来了，对，他们自己在自拍。那我们赶快来下一个，没有，他们要跟你合照，他们要跟我合照，对，好。我们呢，个人组的冠军、亚军跟季军，对，夹娃娃机真的感觉有点重。我们往前走，来往前走到前面数字的地方，来看着我们的摄影师。对，好，来，局长你也帮我，不是小当家，我今天要改口叫你叫小当家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改口，来。跟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今晚上奖金会帮他存起来，存在奖金里面吗？对，他好辛苦哦，一直穿穿脱脱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存钱筒的概念。好，看前面啊！恭喜我们个人组的变装大赛冠军、亚军跟季军。非常用心，感谢你们参加2023我们桃园万顺城的变装大赛，谢谢。夹娃娃机得不得下台了？1:1的，哎，对不对？1:1的夹娃娃机。好，接下来是团体组哦。对对对，好，让我们的小当家来帮我们颁奖了。季军，可可俱乐部。耶，恭喜。可可俱乐部也超用心的，因为可能你们在台下看不太出来他们的细致的作品，从帽子、衣服到手上提的都非常的精致。可可俱乐部，然后因为都是纸做的，所以风吹的非常大。团体组得到季军是我们的3000元。我们往前走一点，走到这边来。好，可可俱乐部还可以拿着你用纸碗做的乌克丽丽卡以及手。对，我们红包最重要，奖金3000元，还有奖状送给你们。感谢你们参与桃园万顺城的变装大赛。好，看着摄影师哦，一定要看摄影师留下这样美好的画面，好，都会公布出来。大家呢也可以就是看着他们模仿什么呢？我们明年可以再想想更特别的来参加。好，不要走太远，到旁边等就好，不要走太远哦。好，下一个团体组的亚军，亚军是周世祥。很厉害，他们呢中午来到现场，他们有先逛我们的万顺城的摊商，结果就开始呢，大家都找他们拍照起来了，超级用心的，是我们团体组的亚军得到现金5000元。小当家，我们往前一点，跟我们的空手往前一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紧张了，冠军就是刚有在台上跌倒的，还记得吗？哇，有简直尖叫了。对，就是这么刺激，交到坏朋友。小心小心。香蕉的蕉啦。对。香蕉有点吓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表演摔跤。小心小心小心。香也是香蕉的蕉，好不好？还有乌蕉，乌蕉是巫婆的乌蕉。奖金得到的是8000元，掌声鼓励给他们。冠军，好，摔跤在哪里？好，腋下。拿到奖金，下到摔跤。好，可以把红包拿回去。好，恭喜！我们现在先留步，我们要一起来大合照。这个阶段是我们团体组的冠军、亚军跟季军，让我们的局长、小当家来跟三组得奖者一起来合照。我们可可俱乐部往前一点，好，看中间的摄影师就知道今天风有多大。太厉害了，好用心哦，在画面是不是很好看？希望明年呢，报名的团队可以增加2倍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团体组啦。接下来厉害的来了。
有一点害羞，又有一点害怕，因为风实在是很大。蓝猫在哪里呀、啊？来了来了。对，然后他一开始说他的猫其实会走秀，只是因为其实突然看到这么大一群人会害怕。今天风也太大。对，然后呢？但是他们还是不惜他们的热情。局长喜欢猫吗？喜欢喜欢。来跟我们的蓝猫一起来合照，又害羞起来了。还会害怕。好，来颁奖喽！我们的宠物组季军是2000元，恭喜我们的小女巫蓝猫。谢谢。不要走远哦，来第二名就是我们的亚军，万圣变装大赛亚军，很可爱的那一组，万圣呱呱鸭。哎，他们呱呱鸭上台是不是需要一点时间啊？应该是。对，你知道那呱呱鸭刚刚真的很可爱，他们还有舍不得下台，还在中间摆 pose， 超级厉害的鸭子。对，是鸭子。回去可以加菜。是鸭子，真的鸭子。不可以吃哦，不可以吃鸭鸭哦，加菜饲料不行，鸭鸭的饲料不是小当家不行，这样小当家煮鸭有点想煮菜的感觉，是烤鸭吗？没有，我是帮鸭鸭加饲料，他会哭哦，好可爱，你有看到他有特别的万圣袜子吗？哇，太可爱了，哇，全部人都叫，开始叫，鸭子怎么叫？还有要拍照的吗？对，来看着前方的摄影师，我们的呱呱鸭也会看镜头，有发现吗？他们是会冷吗？他们会冷吗？他们在发抖吗？不要飞起来哦，下集会尖叫。羽毛应该不会冷，只是怕他们会飞起来了。我刚刚怕他们会飞起来，我可能抓不住。身为一个特级厨师，认证他们不可以吃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也不要吃，他们太可爱了，还自己走回舞台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是攻读生办的。对，好，来，冠军来了，小当家冠军来了，冠军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一组刚刚会特技表演，哇！冠军是我们的宠物组冠军贵宾，贵宾皮卡丘啦！耶！我们要不要表演刚刚的特技给局长小当家看一下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，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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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不要。他往小当家走过去，他现在离奖金比较重要。真的，我们宠物组冠军是5000元，超可爱的，来5000元忘记拿了。好，我们请宠物组三组一起到舞台，一起来拍大合照，一起合照一下，谢谢谢谢。他们真的会听话走哎！你们会不会从今天开始要养鸭子？来，我们往这里走。不好意思，宠物有点不受控，你们可以自己去那里拍吗？来，我们往左边走一点啊！对对对对，这个舞台太大了，找不到定点。来，我们小当家也可以抱一只，你可以抱一只。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把它当食材？不会。超级会走秀的那一只，我们局长小当家来把它抱起来，好可爱哦！啊，不要带回家煮哦，拜托。来看着我们前方的摄影师，这是我们宠物组的三组参赛者，得到冠军、亚军跟季军，今天的我们颁发奖状还有现金，恭喜他们！看到他们也可以跟他们拍照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也感谢局长小当家。有没有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说话？就今天都穿成这样了，请大家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我们这一次魔幻厨房推出的各种料理啦，就在我们两旁的各个摊位啦，到我们后面绿意也有各种料理可以请大家品尝。
应该是吃了回去绝对不会有问题啊，对，有小当家在这边督促着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们晚上哦还会有精彩的表演活动，也欢迎大家在晚上6点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一起参加我们晚上的表演活动。那今天下午呢，就是人渐渐聚集起来了，天气有点凉，请大家要加件衣服哦，不要着凉了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2023桃园万圣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很用心的周柏霖局长小当家，谢谢你。等一下如果有看到他在路上，也可以跟他一起拍照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次欢迎我们的评审小英，还有库洛米，还有我们的啦啦队女孩，今天扮三位鬼新娘。